今天气很好哦，凉凉热，又有点太阳，刚好可以杀菌。干嘛？干嘛？有什么事？往前，请往前，谢谢。刚刚有让他感兴趣的东西，所以要停了下来。现在又往前转啦、啊，小屁股。那电线杆是必须的。请往前好吗？不要往马路中间走。刚过马路，为了安全，我就停止拍影片。不然他妈妈曾经有发生过，就是边走边拍影片，结果头撞到那个那边招牌会挂水那种，让它不会吹走的那种招牌，然后就撞到那个水瓶，然后人家儿子还不理我，你不理我，小宝宝，走来，走来，走走，你要去哪里？干嘛？不要不要去那里，走啦！走啦！你今天有点小皮，给大家看看他可爱的衣服。不过这衣服是凉感衣哦。不是为了好看而穿的，是为了让它比较凉，所以让它穿这件衣服。它是一件可爱的细肩带背心，很性感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现在左后脚有穿鞋子，是因为脚太嫩了，所以有小擦伤，所以穿着鞋鞋。儿子，你下去田里就不得了了，你妈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救你上来了。来来来呢，往前走吧。哎，这样子可以给大家细看一下。这图案是那个小飞象的，很可爱吧？哎呀，开美机的相机，结果它在那个小飞象的头上，竟然在那里缩小脸。好，往前往前。我纯粹就是很喜欢这一个 APP 的。这个的，这叫做什么？想不起来。它的画质吗？还是它的颜色？就是拍摄出来颜色感觉很清晰、很舒服，所以很喜欢用这个去帮他拍影片。来，儿子，走 ，go go go go， 往前走。可以往前走吗？其实很热，那太阳晒久还是会热。虽然现在一大早五点多，可是还是会热的。儿子，走吧。OK， 刚刚那个，因为它每录五分钟就会结束一次，所以又没有了。
皇家伯伯现在一定觉得很奇怪啊，平常走路是不会自言自语的，今天好像特别爱说话，是不是？小布布，小布布，好，这是你的了，走。嗯，真可爱，你都会偷看镜头哎，先生，你在偷看镜头。哦哟，这个太阳很大哎，你没办法晒啊，我要暂停。好、哦，因为刚刚他大便了，所以我不得已又要暂停拍影片，然后赶快帮他捡屎，不然给别人捡踩到大便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讲话不知道会不会很小声，可是我觉得在外面这样子一个人拍影片又在那里一个人讲话，其实还蛮尴尬的。所以我们家伯伯是因为觉得妈妈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很奇怪，所以不太想理我啊。你要来看我啦！哎、欸，请你尽量走好吗？哎、欸，你这个屁股真的是很性感哎、欸、哈、哦！这样子摇来摇去，那个屁股真的疗愈。超疗愈！如果你喜欢看这种疗愈的屁屁，一定要看这影片，这样看起来就很舒服。哦，每次散步看他的屁股，心情就很好。占别人家的地盘，哎、欸、嘿嘿嘿，走错边了，这里，直走啦。走，进来，刚刚有整个失误啊，失控。不要踩到别人，路上别人的炸弹。OK， 好了没？今天影片我先拍到这里好了，因为等一下会一个大上坡的路哦。那个我实在是无法抱着他又拍影片，他太不爱走那个斜坡了，他的妈妈都要每天走那斜坡抱着13公斤的他来做重训。哦，基本上我手应该是蛮壮的啦。好，不过我们到前面的那叫大平台吗？是多久以前的梗了？快点！你不要在这时候在那里卖萌啊，小可爱！我往前，然后跟大家走，跟大家问个早安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。这边停一下哦，亲爱的，我小弟，哎呦，好，停，你不要一直走。好哦，波波最后用可爱的脸跟大家说拜拜，喜欢的我要订阅我哦，汪汪。他说我才不会这样叫嘞。好啦，那结束了。